换大把妞，收一个兵被点一下还可以。 A 接 W 接平 A， 接平 A 一下，他跑了，你让他跑吧。其实我也打不死他，插个眼儿去，自盲我。 别点了，你像有病似的。我把这药吃了。我奉劝你啊，不要再点我。你现在有多狂妄，一会儿我杀你，你就有多难受，小伙子。 我怎么瞬移了呢？我打吧，你成功的惹怒了我。现在我先咬你一命，你等一等着啊！ 他没有闪现，我上，爬着不会被致盲，闪现一抽，漂亮，老积木，回家了。 差100块钱呢。 回家，敢敢担当，轻轻松松，跑得挺快呀！这棋，我这扫描要不要直接换了呢？我直接换了吧，扫描。 为什么要拱我一下？对呀，就是能看见。嗯，看见也没关系。
回家。我先去中路赶赶一波吧。中路马尔扎哈正好有大，我去中路赶赶一波。左边可能会有眼啊，告诉马尔扎哈立刻上去大的。来，直接一打不能换卡，点燃接掏接平 A， 帮他推波线，给他挡一手 W。走回家。1400，先来个明朗之靴吧。其实这把要是出个水银海会非常好，但是算了，一会儿不行换吧。他们家控制挺多的，那农奴有控，泽拉斯有控，金有控，就所有人对面五个人没有一个没控，全是有控制。积木有啥控？致盲啊！水银还减致盲时间，不知道吗？把这眼儿拍了。这积木看来不太好杀呀，左一可以杀，直接 R 过来了。来一 W 溜开 R，A 接掏接平 A 没打平 A， 接 W 溜接掏接掏，这人头不是我的。来一过来 W 溜接掏接 A， 漂亮。哎呦啊，我闪现掏 A， 漂亮。努努蓝没打，把努努蓝打了，我们留个 E 就行啊。这努努没啥伤害，起飞啦起飞啦起飞啦，走啦。先来个魔宗，不用回满血，我们直接出来，我们带回血的。我基本上两个 W 血就回满了。为什么没睡？被防御塔给解了，防御塔砸了我一下。来，直接一出点燃接 W 溜，平 A 放 R A 接掏，你们就踩雷的。哎呦啊，地雷阵呢？赶紧吃塔皮，十级了。
我给你一个 W， 在这等他一会儿，看他出不出来啊，比谁忍得住。现在就是他如果不出来，我们一辈子也不出来，看谁忍得住啊。他指定忍不住，100%他快出来的，在这等他，就一直等。很明显，这里没有眼儿。反正兵线往我们这边推，出来了，没忍住吧？啊？A 接涛接平 A， 没忍住，长翅膀。还应该搁挺远的，我们是打鼻。啊！哎，往右边走好了，怎么就刚放个一弩弩过来了？讨厌！正好我放 E 的时候要补兵，放 E 的时候看着他，小心左边有积木啊！来，我们来一波。好像这弩弩在野区挺狂啊，啊，是不是挺狂？来找到他，他们不会知道是被什么东西给吃的。他居然不过来打蓝，我是真是没想到。啥意思呢？好像你收这个他们有意见，我一看你意见还挺大，小伙子啊，你意见还大不？靠我点盐，我把中塔拔了，呀，没飞过去。跑，一过来 QAW， 左边还有一个，这是谁？挺狂妄的。给个 W， 回上路杀积木去。积木跑了，我看积木是不是搁塔下呢？啊，没有。
幕在这里。三二一，八不能一扣 A 一下 ，R 技能开起来，再 R， 八不能闪现掏守卫，平 A， 一扣蜻蜓点水。我对狙对不过他，他有点厉害。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小蹲一手啊。基本上四个人我们就能杀，他好像加血了是吧？加血。哎呀，他100块钱，吃点饭吧。不对，我应该出收集者，我不来这，我来个收集者先。这里有个针眼，先把这针眼排了。我记得上波的 ADC 好像没死是吧？哎，其实我觉得螳螂最好的这削弱方法就是直接把他的大招冷却时间调长一点。喂，准备收割。哎，啊好，有。跟我说商场积分要清零了，让我兑换现金券，想骗我消费。哎呦，漂亮蛤蚱！哎呦，我蛤蚱 ，nice 蛤蚱，我被人控了。先来个收集者啊，最后我们来个夜宴之风，打他们家可以配个幽梦，其实我想杀15个，其实直接来个5杀就可以了。
还一点点，失忆了。塞牙了，我来了一枪，没办法，血太少了。刚有夜宴之风还行，打他一腿技能。先打个蓝 buff 吧，我们先升个十六级啊，把 Q 给他升了，这样好杀人一点。升个级，大兄弟。这个不用摁，你摁了那积木不跑了吗？本来那积木可能不能跑的。升 R 不升，没有视野，没事。我给你开一个视野。来一波，在这儿挡一挡，打不了一 Q， 放 R， 一 Q 打不了，给我杀一个就行，来再一 Q 打不了，哎呀，哎呀，哎呀，我操，能不能给我挡一手？谁来个人给我挡一下子？他们家的技能远程的太多了，我得一直躲，一直躲，一直躲。来个影魔刀能行，其实，最后出个影魔刀吧。远古无灵，刚才近是不是交闪了？我来个影魔刀，加上一个水银骸，这看着就够了。他们伤害其实不太高。他应该是交闪了，不交闪他死了。来吧来吧，小努努一头。哎呀，你还非得跑一下呗，我看你能跑哪去了。敢出门的人那就只有一个字，死。找一下看看哪里有眼儿啊，哪里都没有眼儿啊。哎，刚这雷怎么能没看见呢？把上路推了，我直接一掏接 W 溜吧，开个 R 掏一下再开 R，
闪现 EQ 打断刘建平，没打过这个金，哎，还剩最后一路。我早晚有一天，我要把这金给杀了。刚才左一他在勾引我，我说他怎么敢站旁边呢？不敢单呢。你们猜下路。我们去上路。这奴奴干哈呢？这奴奴，叫什么特朗普？叫特朗普也没看啊。我直接一过来打不了。哎呀，真是有点烦呐、啊！怎么还能有个虚弱呢？下波进闪现应该好了，不行了，我跟你们说，不能这么玩了。打他们家呀，我们得拆塔了。我发现啊，每次我一冲，我们老是死。而且所有的人现在全部都出沙漏了，啊。俺是打不饱了，这边对面要打大龙，我都不明白凭什么你们打大龙，你们打一个我看看来。大龙他们应该不敢动，你知道吗？敢动就全死。这边泽拉斯没有虚弱，只要敢动就全死。我得拆塔去了，他们也不守兵线，就开始打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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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让他们团啊。打不了一推一过来点燃 A 一下薅一下，金身联盟是吧？我不上了啊，我不上了，我看你们谁敢上。拆塔，我不上你的当。我打一个金身一个，打一个金身一个，这回再守来。大爷的，他勾引我，勾引我，还用金身勾引我。可算是报过仇。